实今晚真的有一点伤感了，来到这个一直住着的房子。Oh, ah, my boy, you going to Malaysia? You know? Yeah, you want to? I'd walk it again with you. Clouded moments, hazy pictures.嗨，大家好，我是 Win，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们，就是我终于挤进 Honor 了。这三年以来，我一直很努力的维持我的成绩，就因为这个 Honor 也只收70至100个学生，所以呢，我一直都维持很好的成绩，为了进入这个 Honor。但是可惜的是，我不想再继续 Honor 了，因为我有一个很大的打算。不是我，就是我和 Peter 全家人都一样，一个很大的打算，就是因为我们要回国了。 Peter 说他打算退休了但是这其实也不是一个突然的打算，因为他每天都在忙工作，然后有一次 COVID 就 lockdown， 就2个月在家，然后他突然在你很忙的时候，你不会有很多时间的去想你自己想要的生活，还是想要自己的东西，你不会认真去想。但是你停一停，想一想，停下脚步的时候，你会突然觉悟说你想要什么，你追求的是什么，真正追求的是什么。所以呢，所以其实在 COVID 的时候，就是2年前他已经计划退休了。但是这只是他的计划，我还没有打算退休。而我呢，打算回国后会继续读 Master， 然后能的话我想再读 PhD。 不懂你们有察觉吗？就最近我少发影片了，因为你看我家好乱哦，因为我在整理要回家的东西，就回国了，住在这边已经7-8年了，然后一大堆东西要处理，很累。退休人士刚刚睡醒，我讲我要回国了。我讲我不到家。我讲我要回国
最近呢，我也是一直在慢慢卖掉我的东西，就我的矮买也是卖掉了。现在今天有人来拿我的 camping chair。钱回来，就把这些不要的东西换成钱。今天是距离回国5天，断舍离，不停的丢。怎样？距离回国4天，东西还是很多，但是今天我搬了一些马过来帮忙了，要不然真的来不及了。这个人是来帮忙看我搬的。差不多要空完了。Your impression of a city wish you loved more than everything you gave for it. No, I'm not here to criticize the risk. All I am yeah, he likes friend, you. Your friend to the end. All I am is a friend. Your friend to the end. Wow, look, that's a very good boy.Here to call you in for the things that you've done or the thing that you did. And I'm not the shadow of anyone you've been. All I am is a friend, your friend to the end. All I am is a friend, your friend to the end. All I am is a friend, your friend.
其实今晚真的有一点伤感了，来到这个一直住着的房子。嗯 ，Good job。家里空荡荡了，伤心耶，看到，看吧。Stay in Sydney. Andy Rabbit. Andy Chew Rabbit.现在嘛，就交锁匙。So, te voy a dar acá tu video.你为什么想去做？未来的鸡蛋。刚才我I'm not going to do it.